后来啊，嗯，行了，还有上下本啊，您这我们这都是真事儿，还有真事儿啊，一听一乐啊，出去可千万别跟别人学去啊，会让人笑话于老师啊。干嘛非笑话我呀？就小的时候都这样啊。那个今天后台来了好多的演员，有的您认识，有的您不认识啊。是，有几个孩子也不错啊，给大伙介绍介绍啊。哎，您看看都是谁？我叫俩人上来啊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儿子，过来，来，啊，来，这俩人我得着重介绍一下啊。那个穿粉色的，这是我儿子啊，我儿子郭麒麟啊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啊。旁边这个呢？是我干儿子，嗯，叫冯阔阳，哎，这俩人都是于谦老师的徒弟，哎，啊，我的徒弟，于门弟子，啊，于门弟子，这个俩人一定要好好的学，嗯，听见了吗？啊，今天是一个啊好机会啊，是，尤其是你师父跟我在台上这么长时间了，嗯，你们还有什么让你师父带走的话没有啊？表个态，我要死啊我。孩子们说点什么让他别带走啊！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说。哎呦，心里话，来来来来来，说说吧，孩子，没事。憋在心里好长时间了，嗯，说不出来。哦，今天这么多人，这么多观众，我得把这话说出来。嗯，我们师兄弟两个人啊，嗯，师兄弟俩人，嗯，郭麒麟这方面，嗯，跟着他父亲郭德纲老师在家里就能学相声。嗯，我呢住我师傅那儿，让我师傅给我说一活，就说个相声啊。我问一报菜名，问两年了。一个字没告诉我，关键是他不会。孩子，我还没吃全呢。咱得跟人孩子说清楚了，我都没听说过，咱得跟人孩子说清楚了。我都做全了，您都没吃全呢。哦，真的问你都不告诉我，我要不这样，我拜您得了。哎，别行，别咱们这个，你就差这一礼拜吗？他还活着呢。哎，我还是要死了。孩子，你怎么了？我一样疼你。这孩子，你都不会说话。我不是你这，我是实话实说。实话实说也没有这么说的。你吵全了，我吃第二遍都没吃上。我长大，我听明白了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这，不是说你一遍我就要有徒弟想说就得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不能憋着这气。不是，等等，别闹，别哎呀，不是您这，浩大，你来，你不是你们就这么看着是吧？不是你，没有这样。说实在的，我兄弟，你拦着点，拦着点。行了，行了，不是让不让说话，还少说话。这您看出来了，说相声也是普通人，我们也有喜怒哀乐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听不了实话，实话实说。什么叫听不了实话？那得让教教他，你怎么？我也不是不教，我得吃饱了哇。你这玩意儿我。得了，都背大茬，你不许说话了，冯国阳。啊，这个天大的不是，就算你不是啊。天下没有不是的爹娘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是你错，你干嘛还瞪着我呀？不是您确实这孩子，你看没规矩吧？你这不是你这，我们俩算是外人。小平，你们啊，高老师来，别高老师，高老师评评理。这些孩子您都教过，对。虽说您现在没有资格收徒弟啊，但是我们也是愿意跟您请教。这话我爱听，是不是？爱听。冯阔阳这样是不是就不合适了？嗯，反正确实也差点意思。你孩子哪这么说？我说不合适，我是他干爹是吧？啊，你是他大哥，你说他。我是他大哥，你是我什么呀？你这咱们单论，谁跟你单论？嗯，反正这二位都有不对的地方。您不能，这师傅得好好教徒弟。我不是不好，徒弟也得尊敬师傅。不是你，你看这孩子斜着个眼，你干嘛？你这啊，你说这孩子这几年学的这个毛病，看这模样，你看该管不该管？该管，管。哎，这徒弟不管不行，还是哎瞪你，你看还瞪你呢啊啊！逮谁瞪我？你说实在，我要不在这，你还敢打他是怎么着？你这样可疯了啊！他可是你大哥，您别提这大哥了。人家现在不承认了，倒没倒你这根本也没有。冯阔阳，怎么着？你要干嘛？我干嘛？我得把这话说出来。你还要说什么？我们现在你要不说，我们谁知道他是个饭桶啊？哎，你们见过我吃饭吗？我们有耳闻，耳闻不成。哪天你做回请我，没听说过。你就别吵了，这咱实话实说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我得管啊，这是我就是实话实说，您不说不对。行了，你别你在我这，我就得说出来。你还犟嘴，我就得说出来。没法，不是我受多大委屈似的。你就得有这样当徒弟的。哎，你看我没规矩。你这，你看你管不管？你管不管吧？你徒弟，你干爹，你啊。我是他大哥，咱们重说啊！我怎么觉得乱了呢？对不起啊，我们有点脑子，我们重说啊！不是冯阔阳，
你这一点人事都不懂。我告诉你，我其实我是最舍不得你，还乐呢你。你怎么这样的你？好行，好好，你是给于老师气的啊？有人没有？这得教训教训。你别拦着，我不进啊。今天同这么些人，咱得好好管一管他。这孩子没规矩。动手！还有，过来过来，来上这，上这。一定要听话，您放心。我好好给我炒俩菜，知道吗？你师父爱吃你做饭，因为我们都是疼你的。相声做饭两门报嘛，就是啊，到家到家啊，没好好跟你说过，学不学报菜名其实并不重要，真是的，真是好多了，都会做了，会报有什么？听话就好，好吗？我们俩一块努力，去吧，休息吧，好了，好，孩子们休息了，好好睡觉，早歇着啊。哎呀，来，高老师平常不是那么潮的人呢。高老师，这个、哎、不是教训你徒弟吗？你不是他大哥吗？还没扒他了，我这儿怎么这样呢？我这儿不是新买的背心这样了，找他退去，人退给吗？找人退去，你就说买的就这样。我怀疑你们俩串通好了，不行，这是诚心的，对。要不、哎、对，不实话说出来。